朋友们，今天是真的要去放羊了啊！你看，我要去后面那个山的背后，才能到达放羊的地方。山羊是效率极高的食草动物，在他们眼里，庄稼和草料并没有什么区别。这意味着一旦选择放羊，必须把它们驱赶到远离村庄和农田的大山深处。在拉卡洞村，向来实行放羊，每天早上把羊群赶到山上，是牧羊人雷打不动的工作。羊群并不安分，而到达牧场必须翻越一座200米高的大山，往返行程4000米以上，使得这项工作既要有体力，还要有技巧。是，你看，我在路上遇到了我家老弟家的牧羊犬，啊！在驱赶羊群上山的途中，首要工作是确保每只山羊朝着既定目标前进。而个别有些头脑的山羊总会试图纠结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，离开大部队溜到完全不同的方向。他们早有预谋，目标可能是某一块农田，或者是根本不在掌控范围的高山密林。这种情况让放羊人大为光火。然而无论是拿美食诱惑，还是声色俱厉的指令，往往都不能奏效，只能是气喘吁吁、手脚并用的急行军到他们前头，用棍棒和石块对付他们。刚刚网购的牧羊犬尚未成长，一切都要靠人工。好在邻居之间可以相互帮助，确保事态回归正常。一旦羊群发展到100只以上，一般要配备一人以上专门放牧，随时掌握羊群动向，以免造成损失。规模较小的羊群则采取放养，早晨赶到山上，放羊人就回家料理农活。下午大约4点到村庄边缘等待他们回来，防止他们一下子冲进农田糟蹋庄稼。牧羊人站在大石头上大声呼唤，声音响彻山谷。听到主人的呼唤，大多数守规矩的山羊迅速向主人靠拢，一部分慢性子边走边吃，磨磨蹭蹭，一小撮持有不同意见的则匍匐前进，绕过主人，试图闯进农田。针对不同情况，牧羊人灵活处置，直到羊群清点完毕再驱赶入羊圈。综上所述，在拉卡洞村放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，它需要与羊群斗智斗勇，需要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、健康的体魄以及长期的磨练。